哎，姐姐你过来一下，它这个被动勾球你还是你给它扔的时候，就是它有时候自己练的时候，你就拿近一点给它扔，在这里给它扔。这里给它扔。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小雨过来，你过去，对吧？你大概在这个位置扔出来，对吧？来走，就扔这，好，伸手给它扔，它这个感觉还在找一找，你看人家勾的多好。但是人家确实是什么，他是从四岁开始到现在每天练六个小时，时间不一样嘛。来看看你的绝招，就是你刚刚怎么做的，来看一看。好，来再来试一下，你刚刚怎么把我弄来了一招，这样是哦，这样是吧，来放这的那个来试一下。好，来开始旋场啊，全场啊，来走起。这个吊球真的是手感太好了，虽然说我们的他手上的雷暴呀有一定的功效，但是这小孩确实是技术太全面了，完美。来快进，哎，杀球杀，给我杀两个来，打吃了，看我的球，他那个球是往前走的，为什么你打完球之后他那个球会在地上转呢？在击球的时候再杀两个，好球，这个不错啊，好球，这个对了啊，不要老打湿了，如果你这个球打湿了它落在地上会转，你懂吗？啊，如果打得好了它应该是滑出去的，这点你们培训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，小孩子球打在地上，如果他杀球他是这样弹在地上转的，这个发力就不对，就切拍了，如果这球杀过来是滑出去的，这个球才能发力到位，懂吗？